邵雨薇和吴康仁自从恋爱后越来越大方放闪，感情十分稳定。近日邵雨薇迎来34岁生日，她就晒出多张与爱猫以及吴康仁的照片。只见照片中两人将三只爱猫抱在怀里，画面十分甜蜜。而她在文中写下，今年成熟感与幸福感很强烈，可能是手术完的爱猫哥哥，因为恢复良好，昨天突然出院，成了我最大的礼物。幸福就是大家平安健康的聚在一起，真好。另外邵雨薇还上传与吴康仁在餐厅的庆生照，两人露出幸福笑容，粉丝们看到后也纷纷留言祝福她，这绝对是最棒的生日礼物，祝福宝贝们都健康平安，生日快乐。Bye.